渐变色的小云朵。彩虹云朵，中间是巧克力的，今天这个慕斯我太喜欢了，真的好漂亮啊。先吃中间这个吧。哎呦，用勺。刚发现没有带麦。这个应该也可以吃。哇，上面还有小的小爱心，哇，拉丝。天哪，我最爱的抹茶。马卡龙，
今天吃这个大蛋糕是不是特别可爱？先来一个可以变细的果冻。入口即化的感觉啊，是芒果口味的。太好吃了，这个奶油。黄色的小球慕斯。